七级完成，轻轻松松。这个是，哇，这个是多送的一个拖把，对吧？他多送了一个拖把，跟多送了一个滤网，还有多送一个奶瓶刷。怎么可以？奶瓶刷让你逗猫棒，让你可以刷奶瓶。可是他说不能用尖锐物清洗，不能用锋利物刷洗。这个是锋利物吗？锋利物是什么？钢刷之类的？美工刀吗？有美工刀习惯？我都美工刀习惯。他都拿了刮罐子。他其实没有。下还有头发。哇！你们洗干净啊？头发？是你的头发？你刚才没有检查他有没有头发残留？没有，我要最后再看头发有没有残留。还在烘干。没有头发，看有没有看头发刚刚在干的里面有啊，但是我们要看它的那个滚刷会不会卡在上面呢、啊？看起来是没有。开始烘干水加开关。他会讲话。对，他会一直讲话，他会跟你聊天。他应该要拖久，他会说辛苦了，你累了吗？没有。宝利达蛮牛。没有啊，他会跟你说我累了。他累了，他会跟你说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请帮我加蛮牛。什么鬼？说洗地水会加蛮牛？对呀、啊，可以啊，这边可以加清洁液啊。你加了蛮牛之后，他就说哦，精神百倍。加一个长蚂蚁，有多厉害？自动他在你地板添加蛮牛是什么鬼？你都嗨起来了。它这里有一大罐清洁液啊，它的成分很酷炫，酷的啊！非离子表面活性剂、助洗剂、芳香剂、着色剂、消泡剂跟防腐剂。好哦。啊，防腐剂。助洗剂是什么鬼啊？然后还要着色剂，是要让地板变什么颜色？还有消泡剂。一次六摸，他是在洗地的时候用，所以他还是清洁的时候用。他直接加到这个水，他这里有一个洗洁剂的，就是小槽啊，然后他就会自动在你滚的时候，他会自动看情况，然后就是你脏一点，他就会加多一点。啊，干净它就可能不会加啊，它这边也会有那个水箱的数量。你刚刚有加吗？水量我没有加，那我觉得它的成分看起来有够嗨一点。嗯。小米的手的成分也很嗨啊。每一个都蛮很嗨。哎、欸。可是我用水就看起来还 OK 啊，所以就这个就。可以加看看，看会不会变多。加加看。嗯，这水痕怎么那么明显？啊？水痕。你。因为我根本就是乱洗啊，我只是在乱拖，所以搞得更脏啊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在玩开心的，我没有在认真洗地啊。我只是先随便乱刷，测试机器没问题，我们在认真刷嘛。别紧张。所以不能退货。你想退货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说话很好。啊，你都没有用就很好。没有，我只是说，你有会叫我儿子拖地。我只是说地板那个怎么用那么脏，我们家地板怎么那么脏？因为三百，不会啊，我也没有三百年多。那就是你没有认真洗，你没有三百年，你在哪里？只是十年而已。对啊，只是十年而已啊，十几年没有拖。有啦，最近一个月内有。是全家吗？全家，没有啊，还是只有厨房？全家？那你是一个抹布从头擦到尾哦、喔。我抹布的翻面。然后再拖一拖之后，再翻回来，再拖一拖，再翻回来，所以他就一直翻呢、啊。哇！那看来，不是啊，你这样子会擦到腰酸背痛哎、欸。所以啊，洗地机来。所以他剩两分钟就烘干完成了。那我刚刚后来才把那个。污水箱放上去，它是可以烘多干。
不然呢？哇，你是冰的哎、欸。